这就已经到了这个汉口医院，因为我前几天都是到这来看的嘛，然后我就尽量的嘛跟踪看一下，看看现在是个什么情况。反正门口看人是没那么多了，进里面去看一下。好像里面人还是不少，还是不少。还这么多人，还有这么多人。那今天人还是很多。不开的，那就不。今天人还是不少，站好长的队啊。站的队还是很长，还好多人呢、啊。不是，哪里把针？今天人可真多，今天人太多了，这么多人了。